大家好，我是胡福骑车，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百威推出的 TW1029 这个变形金刚 SS 系列里头电影第二集 Megatron 的 KO 版本。那么玩具的本体呢，坦克形态下呢，可以看到它相较于它基础模具多了两对的小翅膀。那这个本身 SS 的话呢，最能诟病的是它的一个几乎是没有什么涂装，完全是一个塑胶的成型色。那这次的话呢，百威则是在涂装上面呢下了比较大的功夫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它是一个有点香槟金吧啊，那最主要还是它侧边这一些点缀的话呢多了非常的多啊，相较于原本的模具来说啊，履带里头的话呢，这些东西的话呢做了比较多的分色，以及呢它多了这个小翅膀啊，它是一块配件，从这里的话呢把它给扣下去。那这个我先拆下来给我看，就从这个地方啊，从这里给卡下去。但是卡下去的时候啊，它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它没有办法完全去密合，它这里也没有卡扣去扣它，完全就是只是放在上面。不过它的稳定度是非常好的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任何问题。那这两个部件的话是外挂上去，而且各位有没有看到我的这个胳膊，它这个原本的是一个大炮的这个炮手，我已经把它换掉，换成小手。它的炮手在这边啊，一样是要插一个这个拔出来的啊。那么这个如果说呢，你安插这个大炮手的话呢，这一块部件呢将会没有办法扣下去。它的这个位，因为我们这个部件压下去啊，这一带的空间啊，如果是大炮手的话就没有办法扣下去。我给各位示范一下，你看一下就知道了。这个模具有没有放大呢？有人说有放大一些些，但是我感觉就算有也是放大的非常的有限。各位看到没有，这样子你要扣下去的话，它的这个会去形成一个干涉。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安载这个后面的小翅膀的话呢，可能吧，你就必须把这个炮手呢给换成小手臂。那么它前方的这个部件的话则是一体成型的，可以收在里头，它就直接是一块变形的了。那整体来说，如果你变形很小心的话，它还是可以在不拆下配件包的情况来做一个一体变形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玩真的太辛苦了，所以就干脆把它，如果你要变形的时候直接把它拆掉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各位没看到它这个头啊，我也把它换成的是一个破掉的头，破掉了一个脑袋。所以说呢，它的能够替换的东西呢我全部都装上去了，后面的这个翅膀配件，一只比较小的胳膊，还有破碎的脸。那它在变形成载具的形态呢，就是像各位现在画面里头所看到的。那至于这个翅膀的加分的话呢，我觉得还是有吧啊，至少这个看起来是比较霸气。不过光是涂装的部分呢就已经值回票价了。那我们来玩一下它的变形过程吧啊。这个配件呢，我个人真的强烈建议还是把它给拿下来吧啊。两腿的话呢先做一个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先把腿给变完也行。这个腿的话呢把它给从这个地方转下来，转下来之后啊，我们把这个大腿的外白内收做一个翻转，这个部件盖过来，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。那这一块部件呢，可能这一块塑胶比较硬还是怎么样，我觉得比较不容易掉，官方的话这一个是很容易去喷溅的。然后这个后面部件往后面推啊，这块部件也比较不容易掉，这个地方啊，它直接又打上一根钉子了，所以就不会往后掉了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往后面拖一点点，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部件，这里它这里啊多了一块的这个小翅膀的部分，我们把它给推进去。哎，怎么推？推哪个方向？推这一侧，然后转过来。那我们把它的脚后跟给翻出来。这个翻出来到这边，然后这样子比较好去调整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方向。好，到这里，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啊。好，刚好已经变错了，没关系了啊，这个知道就行了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，这个地方整个转过来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卡扣，这里记得把它给扣上去。这个部件推出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形成一个 chicken leg， 然后呢我们把这一块后面的脚后跟给往下面放下来，放下来的时候呢，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部件从侧边推出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小翅膀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把它给转进去，好，转到这里，最后这个整个把它给放下来，到这边，这一块部件的蒙脸的这个部分把它整个打开，好了，两个腿的话呢，就算变形完成了啊。
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点。然后这个部件打开啊，对了，它的炮手不见之后呢，这里这个卡扣呢就没有地方可以扣啊，所以它的一个炮台的稳定度会稍稍弱一点点，但是呢也不会掉了啊，我觉得扣的是挺好的。胳膊的话直接从后面这里直接把它翻出来。那这个小手的话，它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它这个部件，你看这个很软啊，碰一下就掉了啊，这个刚刚已经有掉了一片了，是吧？我们把它给捡回来，这个真的太软了，我觉得啊，还有一片就刚已经掉了，我们就把它给扣回去啊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手的话，或者是说你要把它强化，这个都是可以个人喜好的。腿的话呢，我们先把它给收上去，到这边扣起来。那么呢，这里我们就把它给折下来，这个地方记得这里也有一个角度，记得要推，然后呢把这个。这个炮的这个部分呢要顶到这个最深处去啊，无论如何的话呢就是尽量把它顶到最深处吧。好，然后这个地方两侧包过来，好，扣起来，这里把它扣起来，两侧的话呢就算是 OK 了啊。好，这个我们的这一款百威的 KO 版的SS 版本的密卡灯就完成了它的变形。这个的话呢是头破掉，而且是换上小手的一个造型。那这个的话呢把它收进去的方法的话呢是对折，以稍微折一下，然后以这个形态，大概是这个形态吧，我们把它给塞到肚子里头去。建议是先塞进去然后再来扣，这里可能会好一点。那塞的时候是一个，我记得是这个我记得是这样，好像要把它给这样，可以把它缩的这个地方，你看到这里把它缩小一点点，然后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把它给放进去。哎，不对，应该是往下放吧，这样子。反正你就可以先把它给你要先扣住这里，再去塞这个翅膀，好像也行。主要是扣成这样，这个推进去这样就行了。它的已经不妨碍手臂360度的转动就行了。你说它有没有对这个空洞进行遮蔽？多少有一点点啦，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的。另外一侧的话呢，我们一样把它给扣上去，然后把它给往里头塞。你稍微瞄准一下，再把它给塞进去，这个往上推上去，把它给推到内侧，好，再把它给扣起来，到这边，可能反复调整了几次就好了。那一样啊，我们是以不妨碍手臂作为一个诉求。好的，这个完成了它的全部的变形，原则上就是跟原本的模具是 99% 是一样的一个变形的一个形态了。那我自己觉得吧，这个涂装来说，如果这里面把它涂成是那种蓝色的话，可能会更有喷射的一个感觉。那手臂的一个替换的话也是很简单，直接从后面这里转出来就行了。那我们就转一下了，这个推出来的话就是稍微要用一点力气啊。我们把它换回它的一个大炮手，好，这个大炮手把这个武器给伸出来。那这个头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其实这个头我觉得，如果因为这里没有一个烟熏的效果，如果我做个烟熏的涂装应该会再更好看一点点。不过我感觉吧，这个因为它的这个体型这个样子还是蛮光鲜亮丽的啊，在这个情况下你说它头要破掉是不是有点奇怪啊，所以呢我们还是也把它给换回去吧。那这个换回去的话呢，这个把这个头这个抠出来的话，我是必须要借助道具啊，直接拔的话呢我是拔不出来的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头弄下来，你就看就知道了啊，在这里变成只有两颗眼珠子的一个状态。那扣回去也很简单啊，主要就是这个凸跟凹把它扣上去就可以了。总的来说吧，这个玩具的一个分量还是算是可以，看上去好像到底有没有放大，好像有一点点啦，还是说因为加上这个配件包的关系，它整个腰身有变得比较大。
那你说这个腰身多这两个配件有没有比较好看？我是觉得有啦，多少有加分，而且它在坦克形态下就是多了那个翅膀，因为大家还是有些人还是蛮在意那个翅膀的。那当然进步最多的还是涂装啊，这个也是一些 KO 厂最主打的就是这个部分。那其他的话呢，这个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这个小翅膀，所以在这里会厚度增加了，那其他的话就几乎都是一样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来对比一下好了，这个如果没有这个那个配件包的洞就这么大啊，然后我们把它这个侧面给各位看一下。 OK， 有没有效果？有啊，我必须说还是都有的，算是有改在一个算是蛮针对性的一个处理，蛮针对的啊。好吧，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分享各位，那各位就自己衡量这个玩具是不是符合你心中的期待吧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